开始。啊，咱了第三回啊。啊哈！啊哈！我来讲，咱上班的时候，秘书教家己嘞，对不？你拄到你遐猪队友，看你是咩啊？大家啊，只敢咧冤家摇把叉，对不？那你到底是咩啊？下班了就要喝啊，办衬衫，对不？买个围嘴来，你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妈的啦，对不？下班了，就买个去想遐侪阿杂的代，头插到水内底，啥物都拢听无得。安尼，你就要跟我赶快跟你变啦。我再来一个。啊无咧，开完会做袂了变啊，甲班互暖得好啊。安尼心情就袂晓压杂，都唔免啊像讲咧下晡咧提到手安尼沾咧胃咧。哇塞！那等干嘛在上班的时阵，你有啥新的观念？哦，秘书，就用把你的这种的饼就甲拍破，对无？什么啊，办项代志就无问题啊，对吧？对啊！秘书耶稣，你甲你叫。